们先哈、啊、检查一下这个线啊，这几个端口，一二三，这边也有三个端口，六个端口，看看有没有哪一个脱落了。要是脱落了的话啊，我们再来，我们先检查这个，看看这个端口脱不脱落。其次，这个端口要是没脱落的话，我们再来检查一下这边呢，这个下缝的这个地方呢哈，有一个灯，看一下这个灯呢，这个红色的小点那个灯是不是亮的？这个红灯是亮的，说明这个下缝是没问题的。这个红灯要是不亮，就说明是这几个端口是没有插到。要是这几个端口插到了，这个下缝的灯还是不亮，说明这个下缝是坏的。啊，要是这个下缝的灯是亮的，我们就把这个端口拔下来，重新插一遍。还有这个端口重新拔下来，重新插一遍。插一遍以后呢，再来焊一下，再焊机，焊一下这个表了是不是亮的？要这个表了哈还是不亮，那我们就把这个表换掉，把这个表换掉就可以了。